请收看《维新世界》王禅老祖玄妙真经。王禅老祖，太极天龙，万圣之主，不过七少帝。皆显我慈悲悯世，护我七少帝。啊，所以大家生活很穷苦嘛。啊，虽然现在经济起来了啦，但是大陆同胞他们的心灵思想这个稳定性，那个担呢还没有化回出来，还没有捡出来，还放在天上呢。来到世界上紧紧张张张，能抢得来就抢得来，能骗得来就尽量骗而已耶。所以正是人，我们同样从天上界来到世间，大家要相互的怜悯啊，相互的同情。我们台湾在这里的同胞，大家生活就比较稳定了，所以我们就有机会接近宗教的修行机会，就素养啊。但是同样的天上界的菩萨投胎到大陆去了啊，他们的思维环境而那生住的关系卡住了，没有办法去开发内在的心灵智慧，所以被压住了。我们同情他，可怜他嘛，慢慢培养。哦，老一辈子的死翘翘了啦，比较新一代的接受到世界各国啊、国外民主国家的知识、智慧、修养、学习。训练，然后就能接到天上界每个人的灵性的原点，就是明心见性嘛，所以就会渐渐的啊发扬光大啊。所以我们住在这里，在台湾，我们要感恩政府哎。啊，政府是大家共同组合起来一个公司哎，就是政府啊，啊，然后当下的被轮流的选他的作为公司董事长的，啊，有的很有智慧，有的比较没智慧不够嘛，那讲话当然有的大而化之嘛，这都是每个人共同的共业，所以老祖要我们。平时自己要多看经书念经，自己多做反省检讨，多做忏悔，多学道以外，一个最重要的丹华就是易经。所以易经心华妙难闻嘛，百千万劫今重现啊，我今勤习诸妙法，愿此功德皆回向。这是我们大家今天有缘同聚一堂啊，在这里修行的啊，我们的法缘嘛啊。所以丹经里面所开示的何车旋转，我们就是一部车子，身体就是一部车子，你掌握这部车子的人是谁？就是我们的灵性，我们的灵性灵魂，我们的自性。而河是什么？生死大河，大川，生死之河。啊，所以我们在这禅机山仙佛寺这个宝地这里，面向了九九华山。
前面的九九峰那么圆那么美的九九峰的风水宝地，但是在郑成功的时候国师郑成功的国师呢就有刘国轩就开始了一句话，几万华山贵尊严，华山何事国孙焉。就看这张图，仙佛寺在这里，对面九九峰这么漂亮，这里有一条河进到湖里，这条乌溪这是河嘛，这个是星辰，湖海星辰来拱照这众生嘛，这世间的、那我们站在这里面向着九九峰这个河生死大河，所以我们来世界上你不修行的话，我们这部车子很容易会死在生死之河存在里面。所以等一下我们这经里面王禅老祖玄妙真经里面就开始到你没有华你怎么来度过这个生死大河呢所以这个经里面开始身若地基道如大夏，地基不固大夏难在，不知其法焉能载道，这个法是道犹如无华，犹如无华，无华如海华，你绝对跨不过去这条生死之河嘛。所以在五指这弘忍大师禅宗，弘忍大师就送慧能大师离开道场的时候在这江上就有做了一个竹牌，竹子做的华先在六祖慧能到一段短短距离的时候，然后这江再转给慧能，所以说这华以后就靠你自己渡过这个生死大河之江了啦。所以我们人来世界上每一个念头每一个时刻都是在生死的大河里面呢。所以经文你要会悟，要会用在当下再来何则旋转世间的世间都是一个左旋右旋顺逆相互的调和，我们在呼吸之间也是一样，吸进来空气，吸进来你的头脑就清醒心胸就开朗，若是没有空气吸不了空气，人就死在江中了嘛。风水学也一样，风水学你所看到的环境，你看到的环境很干净，心情头脑就清新，你心灵就和谐，你看到不干净的，你虽然没有感觉什么，但是脑海里面还是影响到你的脑神经的控制神经，
所以风水学，有一次我们一位信徒，他研究心理学的，他来到学佛寺啊，他非常谦虚的啦，哎呀，师傅啊，我听人讲在讲风水学，我没有来到学佛寺，我以为你只有讲而已。把古时候圣人所留下来的书啊，你翻照本或宣科讲给大家听而已。我一旦进入到现佛寺啊，停车场进入山门以来，我整个的心情非常的舒爽，头脑非常的清啊，头脑。好像我的思绪比以前想的更多了。我说很抱歉呐，我这里的田园景观，我这符合风水学设计嘛，啊，符合眼睛、耳朵、鼻子、舌头的感触而设计。然后原来风水学就这样。本来风水学就这样嘛，不然怎么样？你想的哦，讲的天花乱坠哦，赖布衣大师，啊、哦，人家撰写的赖布衣大师，很多里面都是撰写的，不是真人实事啊，可以加油添醋，可以加成翅膀，可以飞，哦，描述的，但是风水。实实在在的，我们身边的一切环境嘛，所以你看到很舒畅，家庭热心的屋前都种一些花，啊，环境弄干净一点，那你的精神舒畅，这是风水学了嘛？啊，所以这位先生呢，他好。我悟了，原来古时候的风水，你把它用在当下的田园景观，哦，这也我非常的赞叹佩服。那我说，他跟我说，我可以带着我们的学生来这里户外教学上课吗？我们可以啊，你什么时候要来告诉我，我安排时间学生来，我帮他们上课，这就风水学。所以各位，世间上的一切，啊、哦，都是我们的生死之河。你懂了，你就跨过这条生死之河；你悟了，就跨过生死之河；你不悟，你一定过不了这个难关，甚至。会死在这个难关里面，都阿弥陀嘛，没有什么特别嘛。所以古至今用王禅老祖一直在开示，啊，开示我们古至今的古人的智慧，现在拿来用，把它和生活连贯在一起。但是最困难就是这个法门，你要连贯在一起，要有宗教。连贯在一起，要学术连贯在一起，然后宗教学术把它包容起来，啊，你就能超越了嘛。所以老祖在20年前开始传了一部《混元36天罡成就法仪》，里面就开始到九天玄女。的真理妙法，玄之不玄，空之不空。好，那圆净法师，请说师父，怎么玄之不玄，又空之不空呢？你不是都说玄之又玄，空之又空吗？怎么这里又谈到玄之不玄，空之又不空？对呀。玄之又玄，
你就入世法。你不懂的事情太多了，就玄之又玄，空之又空。啊，你就是还在入世法，没有悟，就是空之又空。你说没有，哎呀，步子里面几千颗刷完了，空了还是空嘛。但是你若是出世出血超越了，玄之不玄，空之不空，入世都看事情，你出血出世你都看事情，绝对不同。你知一切法，你就认为玄，事实上就不玄，这样的念了。所以有很多心中大德啊，要来读我们的易经，讲到易经两脚都发软啊，讲到风水哇那么深哦。当你看到赖布衣的传奇的时候，你看着想到风水学，哦，你就那个怎么有可能呢？事实上不是所想的，不是小说所写的啦，小说所写的你不玄卖不了钱，你不空不妙你也真卖不了钱。那么当我悟了，哎呀，风水就是这样嘛，生活举止之间都风水嘛，那绝对卖不了钱的啦。没有关系啊，大家懂了风水了啊，我也就不要当地理师啦，你们家里都没有问题了，嘿嘿，我就轻松了嘛。啊，所以见地不同，所以你有智有智慧，你就跨过生死之河；没有智慧，你就在生死之河的两端过不了。啊，听我啊，好，比如说好了，明天股票是去给落给，哦啊，好了，明天股票先压起来，再落落呀，再跑到落来，哎，你那是真两个，你这生死之后过不了嘛，就烦恼了嘛。啊，你怎样管他去啊落阴道的代志，你玄之不玄嘛？你跳在外面了，让他去去落落。啊，你反正买了，共同创造经济的成奇迹嘛。啊，这就是生死之河啦。啊，你听我，马上妹妹我，你们一笑，你就跨过生死之河啊啦。啊，你听我，哦，所以火车旋转啦。不要想的那么哇，我才做到舌顶着上颚，舌头顶上颚啊，气深呼吸进去，吸三分饱，吸进去经过头脑啊，这里然后是脊椎啊，然后下阴啊，阴窍到肚脐，然后转了一圈，小周天里面转，大周天哇，摸天摸摸西，我告诉你。你可以去玩一玩，没有关系。你若在寻宝戏耶，看太多了，真的看太多了。你把你的精神，你来世间上，不是在玩弄你的臭皮囊而已耶，而是要用你的身体，啊，把你的灵性，你的灵性运用你的身体躯壳来做人与人相互帮忙。相互成就，做一些好事，你才是合车旋转呢。不然哦，你在这边，下阴、中阴、上阴啊，什么任督二脉哦，在那边转，我告诉你，转到三点半一跳掉了，你就不转了啦。哦，所以
我一直遵照老祖宗开始，做人该做的把它做好了，不要跳三点半不要跳票了啦。你合车你就转的就顺畅啦。若是你光空谈口头禅，害死人啦，那是不好。所以老祖教我们把易经好好学好，哦，所以我才鼓励大家学易经，做人处事可安心，就是合车旋转，啊，硬砍，啊，硬砍水一补离，水火既济，不然你变成火水未济，火在上面，水在下面，人跳到火里面，你到底要沉下去，或者要在水面呢？而你到底要在水面里面有火，你在水下面会淹死了吧？哦，这是人生的生死大河啊！那你最简单的方式，不要下去就好了吧？啊，曾经我问一位修道的大师啊，啊，满口的口头禅，啊，满口的真理，满口的道理，满口的禅机。啊，满口的佛语，啊，讲了一大堆。我问他，啊，这位先生啊，当你跳到河里面的时候，你怎么办？啊，游泳啊，啊，若是上面的火海的时候，你怎么游？那时候一直那么想想，好，我观看看。哇，我就让他在我们现在办公室旁边有个大石头在那边坐，坐了两个多小时在那边想，在观看怎么样才能不上面是火下面是水啊，你还怎么逃生？想很久哦，我在这边有好几个阿婆身体不好，我还加持料各位啊，大师啊你看怎么办呢？我这个对这个问题啊疑惑了很久呢，不知道怎么办修才好呢。因为我想我呢，我嘛想不知，我现在在火海里面，被火烧的，不知道被人抓，啊也在水里面沉的，不知道怎么办。好，问了，哎，老师啊，有什么方法？慢跳的多啊嘛。我说不要跳下去就好了嘛。要对啦，慢跳了，二两嘛，我慢跳了怎么办？学易经，我来研究易经啦，该为不该为，股票跳下去了啦，啊，去也去不起来，落也落，没好势啦，怎么办？防患以未然，与其无所伤，就是用意，就是简单法门的上圣心法和智慧。所以唯愿大家学易经，做人处事可安心嘛。大家学易经，修行道上可见性。大家学易经，家庭圆满立条心嘛。大家学易经，国家社会定太平哦。祝福各位。心前世同根。